这罐呢、啊、是我最喜欢的古堡产品第一名，它就是醋醋动人苹果法醋头皮净化液。其实啊，在接触古堡产品之前啊，我都不知道说，原来头皮的环境健不健康这么重要，它其实关系到我们后面的发质啊，还有整个发根的健康程度。所以呢，我后来就用这个取代，就是你知道女生嘛，可能就是两天三天洗一次头，那我没有洗头的时候呢，我就用这个把它倒在我的头皮上面，然后轻轻搓揉，再把它冲掉。冲的时候我觉得这超重要，就是你会闻到一个超香的苹果味。一开始我就想说，哈，果醋哎，这会不会酸酸的、啊、没有，大错特错，跟你说它味道就是女神香，甚至香到啊，就是你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，应该说你躺在枕头上的那一刹那，你会闻到整个苹果香扑鼻而来，超赞。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啊，我也是整个被我自己香醒，眼睛一睁开，我想说，哇，我是女神吗？我怎么这么香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大家一定要买，我真的是囤了好几罐好几罐了，所以这边推荐给大家。你想要拥有女神香，处处动人，就会让你处处动人。